您答应我一件事情吗？说。就是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一定要一直开心。都起来吗？谢尊上。你上来。不用管。干嘛吐衣服？我不能脱。我们还没圆房呢。难不成你想在这儿圆房？风摇雨落，此心何处停泊？剑起刀割，却斩不断。走吧。你敢哼我？别装了，你不气吗？我何时生过你的气？我是想我所有的，包括时间，都是你。你先把周围给你消消毒啊，你要是疼你就告诉我。疼痛就是人的一种主观感觉，因而异。刚好我属于最不怕疼的那一类。往事流转在你眼眸，一边遗忘一边拼凑。难道这是爱情吗？